没用的东西竟然又被五行蚂蚁打败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低估了五行蚂蚁的力量。废物，五行蚂蚁再厉害也不是我们黑魔军团的对手。陆可可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就用这个暗黑葫芦去对付五行蚂蚁，消灭他们。遵命，天启将军。看看喽，看一看呐，又大又香的西瓜。松松哥哥，我想去那边看看。来尝尝吧。好，哎，客官，跟上来哦。来尝一个。嘿嘿，木松松。啊，你是？啊，木松松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木明明。木思思，木晶晶，木笑笑。哎，谁叫我？哈哈，五星蚂蚁，你们的末日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。咦，那是什么？你们神木国怎么什么木雕都有啊？这又是什么习俗？以前没有这些的，难道又和怒克克有关？我们分开找找线索吧，等一下回来这里集合。火匆匆啊，是怒。啊，是火匆匆。这里怎么会有火匆匆的木雕？金彤彤。啊啊。还差一个。好吃好吃，这么大的集市居然没蚂蚁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哎，那正好便宜了你了。谁？原来是你们三个。难道又是个值钱的宝贝？是我们又怎么样？老大，我们还是别招惹他，好像很生气的样子。你闭嘴！我雷震震，天不怕地不怕。雷震震，你大爷在此！难道是风小小？这怒克克，你做了什么？你想知道吗？你叫什么来的？我都不认识，我就是布莱星第一神偷，美貌与智慧的化身，雨萌萌。对了，你是雨萌萌？就是本小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穆玲玲。穆玲玲。干什么？
无误的弄可可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，不能再让他这样胡作非为了。但怎么办呢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的葫芦怎么和我的一样啊？我的葫芦是博士的高科技结晶，专门用来对付你们黑魔军团的。博士的，我的葫芦可是天启将军。谁的厉害，比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比就比，谁怕谁？你看看，我这个葫芦明显比你那个好多了。哪有，形状颜色都一样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要选一个好葫芦，首先要看质地和光泽是不是干透的，皮色都已经固定的，还有葫芦的重量。葫芦生长周期越长，手感就越重，一试就知道。还是我这个葫芦重一点。把葫芦放下。表皮越紧密，葫芦的润泽度就越高，好的葫芦是圆润光滑的，所以还是我的葫芦好一点。即便你那只葫芦质量好一点，但是你的葫芦绝对没有我的暗黑葫芦厉害。木墩墩，我叫你，你敢答应吗？答应什么？木墩墩。我在啊。我在这儿等。上当了。努克克。坏了。努克克，这叫自食其果。不是，经过就是这样了，怎么才能把大家救回来呢？看来只能把葫芦砸碎才能把大家放出来，但是这样连怒克克也会被释放出来。博士，我想再给怒克克一次机会，希望他能改过自新。这样做就对了，寒人怀义才是人之大道。你怎么样啊？怒克克，我这次放了你，希望你能改过自新，脱离黑魔军团。木托吞，别以为我会感激你，想让我离开黑魔军团打败我再说吧。木吞吞，神木龙前辈，你能懂得寒人怀义的人之大道，这才是五行蚂蚁所为。是，谨遵神木龙前辈的教诲。去吧，神木鼎已经近在咫尺了。没有这神社的潘果，看五行蚂蚁怎么登上神木鼎。
报告，五行蚂蚁正在向我们接近。什么？五行蚂蚁已经来到这里了吗？绝对不能让五行蚂蚁得到盘古。我们快到盘古神树了。盘古神树长满果子吗？又香又甜的果实会掉在妙种村，化为神圣穗种。只要接住这颗盘果，就可以让它在这里发芽，树苗一直通上神木顶了。这么麻烦啊，还是黑魔军团好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黑魔军利用天启将军的暗黑力量为非作歹，他们不会长久的。我们要赶在五行蚂蚁前得到盘果。他在想什么？他还能想什么？糟糕，盘果要掉落了，我们要快点了。怎么那么多木克克？不，这是木雕。这个木克克难道就是神木国消失很久的天才雕刻家？大家小心，他们很厉害。木吞吞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拦住他们。金豆豆，这里拜托你了。糟糕，你们先走，这里让我来。烈火流星，还有团团，盘古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雕刻风暴，住手！五行召唤，嘿！铃木召唤，怒哥哥，休想破坏盘果！想不到还有两只漏网之鱼。雕刻风暴，这种水泡泡，别想拦住我。休想得到他！雕刻风暴！你们再也没有机会了！果实到手，撤！你们慢慢打吧，这叫鹬蚌相争。鹬什么来着？渔翁得利！对，渔翁得利！拜拜喽！把盘果放下！别过来！付小小，别把宝贝摔坏了。来这里，这里。方小小，接住，不要被怒克克抢到盘果。可恶，居然耍我！雕刻风暴！木吞吞，盘果给你了。
晕。嘿，晕晕晕。还敢阻拦我？雕刻风暴！水灵灵！还是逃吧。咦，不行啊！如果逃走的话，岂不是去不了神木顶？还是去帮一下木吞吞吧。但陆哥哥太厉害了，哎呀，好烦啊！不管了，富贵险中求，我来了。灵木召唤，再见了，木吞吞。是你，居然还敢跟我作对？谁让你挡着我发财了？吞吞，我能不能发财就靠你了，一定要赢啊！嗨！我又充满力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雨水和水灵灵的泡泡一样，有治疗的作用。啊，对，五行中水能生木，原来雨蒙蒙，你也具有五行水的特性啊！五行蚂蚁，看招！灵木召唤！雕虫小技！这怎么回事？这要感谢雨蒙蒙，是雨水滋润了我的藤蔓。怒克克，投降吧！趁现在打倒怒克克啊！但是什么？这次放过他，下次就没机会了。可恶！木吞吞，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倒我。木吞吞，想要救他们，就来神木顶找我，我等你。木吞吞，金彤彤，土豆豆。木吞吞，刚才你为什么不出手打败怒克克？我想怒克克可以改邪归正的。哎，这就是五行蚂蚁的仁慈吗？算了，那个还有水灵灵。你能治疗一下他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成功了！快，我们要借助藤蔓的生长到达神木顶。木吞吞，你距离神木顶只有一步之遥了，但上面会有更多的凶险。我知道了，五行蚂蚁是不会退缩的。